曾宇及罗东高中黄思瑜，南阳女中张嘉玲，惠珍高中于清雅，好，这几位选手。加油！1500公尺，在去年，我们的冠军是代表宜兰高商的曾云，成绩是5分12秒3。曾云在这次一样是参加这个项目，希望有更好的一个成绩。加油！大会开始报告，河南百公尺恭喜苏宁复兴国中邱少恩，叶明正为国中吴佑勋，3名罗东国中张子成，14名台北国中周尚荣，6名罗东国中肖宇勋，16名虎蝶国中杨仁杰，17名惠珍中学林哲宇，18名大同国中林佑胜。以上优胜的选手，我派代表到现台领奖。大会成绩报告：国女撑杆跳高，恭喜第一名复兴国中李欣，第二名复兴国中林若珍，第三名复兴国中王信恩。好，暂时领先的是代表宜兰高商的曾宇，也是我们去年的冠军得主。进入到最后的400公尺，加油！加油！我们选手第一名的选手曾云进入到最后的冲刺，最后的200公尺。好，最后的一个弯道，宜兰高商曾云，加油！好，第二名的一样是代表宜兰高商的陈念慈，加油！
在星期三的智能样品中的张嘉玲，加油。惠仁高中于千雅进入的最后的70公尺，加油！终点就在你前面，加油！大会员报告，请男童女足100公尺接力预赛的选手自己不出参加检录。